我问嘛，什么是搏击俱乐部？看机器人拳击赛的绝佳地点，暴力在这里狂欢，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地方。跆拳道，跆拳道，来一脚。什么玩意儿？不唱。在一块儿了。对，咱们仨一块儿。男团，来来来来来来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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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比心了 ，I love you。识别不了，你可以使用个人物品兑换。哎，这中间有个数。我们刚才看宣传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你再看一下。他这个每看完一遍，中间有一个数。哪儿啊？等一下，不是，他现在后面有一数。先看一下，看看队长帮我们分一下。哎，快，马上了啊！冲出来了，一闪而过就0.5秒。哎，1500，是不是累积到那个1500？超过酒吧老板就能免费进入。免费进入，那就站上去踢呗，站着上去踢。哎，也行，哎就这样其实最好，用脚。但得扶着点，会摔倒。要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，来上手，试一下前。试一下，对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女孩子，就安静的加油就好了。哦耶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人事纷纷。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，我只要你，我也要你。往后的余生 ，Oh no！ 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。清贫也是你。你咋的？你要你随便唱一个《桃花朵朵开》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。我肯定要用这紫的照一照。应该是照里面吧，那边这么黑。这儿，哎，看墙，有字。不管比赛受了多重的伤，都只有一天的修复。我恨人类，仇。不管比赛受了多重。伤都只有一天的时间修复，再次上场真的好痛。我恨人类，恨仇。为什么？仇？报仇？报仇？这是什么？恨？报仇？为什么要把我们生产出来？难道活着的唯一就是打自己的同伴和被同伴伤害吗？暴力的欢愉终将迎来暴力的结局。所以要用管儿把那个水吸进去，然后再吐出来，有点像那个乌鸦喝水。我吸，我的量大。给你。再给我拿凳子。对，可以坐这个。来，在哪？我去拿。啊，这个可以。再来一个凳子。哎呦。把一下
好。啊，可以浮起来，可以浮起来，可以浮起来。对，这样子大容量就可以。咱俩混合体。你不能吃啊！啊，我吃油炸的对肌肉质量不好，快速肌肉质量。它这个鸡什么味儿？它是咸吗？咸。它这个味道什么味道？有点奥尔良和不是奥尔良之间，很微妙，很难形容。哎，服务员把这收拾一下吧，这块好。他们绝对不要打开，绝对不要打开，那是真的不能打开，是说绝对不要打开，就说绝对不要打开。那我们真的不打开要打开吗？绝对不要，绝对不要打开。你们觉得绝对不要打开？绝对不要打开。